喂，早晨啊，初今日 GG 咧又推出咗 3.25.1 第一个 hot fix 啦。喺呢个 hot fix 里边咧，佢哋又举咗三样嘢嘅。第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大幅下调咗 Stygian Revenant 呢一只好似昆虫咁样嘅怪物啦，佢哋所用嘅施爆 Detonate Dead 啦所造成嘅伤害嘅。而第二样嘢咧就系修正咗一个喺 3.25.0 C hot fix 里边啦，佢哋遗留咗冇放入去游戏里边嘅嘢，亦即系被荒林妖精附身嘅魔法稀有同埋传奇怪，佢哋嘅硬度会被下调，亦即系冇喺更新之前咁难先至可以杀得死嘅。而去到第三样嘢咧，就系佢哋修正咗一个，有一啲情况之下咧，怪物所使用嘅施爆咧，有阵时就唔会显示佢嘅特效嘅。呢个更新咧就已经生效噶啦。而且如果你喺呢个 hot fix 推出之后冇重新开过个游戏嘅话咧，你就必须要删咗个游戏再开过，先至会应用到呢一次嘅更新嘅啫。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嘅消息啦。如果你喺呢次更新之后你入过荒林嘅话咧，唔知道你哋觉得个硬度系咪已经变翻一个适合嘅程度，定还是依然系太难打咧？不妨就喺留言度话我知啦。如果有兴趣一齐吹水嘅话咧，就可以加入我哋 Telegram 啦，又或者 Discord， 甚至乎喺 POE 里边打斜 Global 852 Korean 就可以加入香港人嘅公群嘅啦。如果中意呢一类型嘅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个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好啦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